桂林文化中心准备迎接成立20周年日子，慈湖文化局是特别举办桂人20红瓦洋溢黑的庆祝活动，邀请到纸风车剧团、知名艺术家、各地方艺术团队参与甲展演。为这个26号上午开始有静态甲动态活动，文化局邀请民众做伙来庆祝桂林文化中心20周年生日。桂林文化中心要迎接成立20周年的日子，慈湖文化局是特别举办桂林20红瓦洋溢系列庆祝活动，邀请到纸风车剧团、林志信等等知名的艺术家，甲地方艺术团队来演出。因此，今仔日是举办着记者会，由着文化局局长叶泽山来说明这一系列庆祝活动的内容。咱特别5月26号，咱邀请到纸风车剧团，参咱桂林地区遮的学校的国乐团，大家有共同一个类似嘉年华的这活动啦吼。另外，叶局长表示，桂林文化中心对兴建到现在，内外两硬体设备已经是老旧，无符合现在潮流表演使用，因此将会伫即届前瞻计划内底，是提出1亿2000万要来做整体改善的工作。包括讲咱即个表演剧场内底设备，包括音响啦吼，包括伊的遮座椅设备等等，拢要来做一个更新。较大的空间改变是因为咱的大厅这空间哦非常小，所以咱希望讲啊，咱的大厅做一个改变，让伊会当扩宽。包括咱的变数，因为伊的位置无介适当，咱的往外移，让伊的这个大厅的空间会当变大。另外是咱的后台，早期感觉讲总有够用，不过正因为现代表演哦。这个空间需要愈来愈大，所以后台哦，感觉讲不足，所以咱后台会当来扩大，哦，这个后台空间变大，可以容纳更多不一样的表演。为着庆祝桂林文化中心成立20周年，活动因此伫5月26号上午10点开始，到暗时的8点半，拢有静态甲动态的精彩活动做演出。也局长要请大新丰区的民众，到时阵大家做伙来到桂林文化中心庆祝20周年生日的来到。桂人20生日快乐！记者萧建伟桂林区采访报道。